集合了，各位！哎呦，集合了！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盖伊、波波、Miles、老师，我们今天再次来挑战最强国军，激励于体能最有名的500公尺障碍。哦，其实我一直以为500障碍会被取消的，但我觉得这很符合战场上各式各样。对，你要爬，你要翻。你们有谁之前当兵跑过500障碍？你没有当兵的，我记得有啊，你爬过杆，哪一梯的？不是，蚊子在叮你，还是我没有啊？其实我忘记了。我觉得不一样，因为500公尺障碍就是一个固定的规则。那我应该没有，500公尺跑过3分多，我那时候很强。30年前，25年前，那我刚出生而已。四剑客对500障碍的印象是什么？累，超啊累啊！觉得最难的是高墙。你是说心理的高墙吗？不是，是真正的高墙，实际的高墙。对，爬杆都是轻松的。啊啊！真的假的？2把半就上，我跳上去抓2下，然后再来就搬下。哦，那很快呢。讲真的还是假的啦？真的啦，等一下看就知道。我很像那个就是老人在操刀啊。我真的没有操刀，这个当兵有什么好操刀？我们今天有一个挑战，我们会跟海陆空组成的超强队伍 PK。我们现在直接出发去500公尺障碍赛的场地 ，Go！ 我们现在来到了500公尺障碍赛的场地，有请我们今天的教官。教官好，教官想跟你请教一下，500公尺障碍赛它的困难度跟它测验的目的是什么？500公尺障碍主要是训练我们攀爬跑跳的运动能力，透过各项的障碍物模拟战场的情况，训练我们官兵安全迅速超越这些障碍物的同时，可以达到制敌先机的机会。教官刚刚说攀爬跟跑跳，所以硬举跟卧推基本上在战场上是没有用。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你过来一下，他刚刚被蚊子叮的地方已经肿起来了。这里，怎么了？大哥，这太毒了吧！我刚不是跟你说那边有蚊子在叮你？蚊子在叮你，蚊子在叮你了。请教一下教官，500公尺障碍有哪些关卡？500公尺障碍总共有7站障碍物。首先第一站，双木栏、爬杆、高墙、高跳台、壕沟。独木桥、铁丝网，共7站，全程500公尺，多少分几个啊？以60分来说的话是4分30秒，满百的话是2分30秒。今天听说是选出各校最强的精英来跟你们挑战，陆海空军官校以及我们国防大学3个学院：航空技术学院、国防医学院、我的英雄学院，全员到齐，跟他拼了，跟他拼了。你是说拼满百还是拼赢他们？至少要拼赢他们，拼及格啊！2把半就上了。请问一下教官，我们今天的500公尺障碍比赛规则是什么？我们待会竞赛会区分为3组，以1组为单位来协力完成500公尺障碍，以最后远近终点为最后的成绩。我们在高墙的部分，你是可以使用互助的。哦，等一下自己挑一队嘛。对。那我可以进陆军官校那一队吗？没招没招，你只能留在3剑客那一队。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出发，移驾到500公尺障碍场地。是，好 ，Go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最强国军已经就位了，请到我们的第一队。Voice， 您是陆军官校，是国防大学管理学院，国防大学北空学院，空军航院。我猜陆军官校应该是最强，就是以500公尺障碍来说，而且陆军官校应该是最超的，不管是体能还是心理压力。你这样子讲，国防大学不服哦。不然我这样问一下，你们4位都有比过500公尺障碍的？就只有个人超过。你有多少？2分03，是2分20。我是轻装2分10秒，轻装2分半。我想当年我都是跑2分半，3项总和700嘛。好，那我们谢谢第一队，我们等一下就500公尺障碍赛场见。好，好，我们请到最强国军第二队。哇，哪个单位？政战学院、国防医学院医学系、空军官校、海军官校，职位都很高嘞。对，你等一下，你怎么知道人家职位很高？看那发型知道。好像是哎，发型越长越强。请问一下，500公尺障碍最佳成绩？2分半，轻装。我们学校比较没有测验这块，比较专注在医学的本物上。哦，解剖1分半。第一次跑，今天要第一次跑。对，所以你知道哪几项吗？第一项硬举，第二项卧推，第3项深蹲，第4项二头弯举，还有引体向上。你
海陆我也是第一次测。你也是第一次测？不然你们海陆测什么？关键要就出一张嘴。你知道出一张嘴有多难？难啊！我不觉得，我觉得我现在出一张嘴还蛮厉害的，两把半就上了。最强国军一队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场就交给教官。好，500公尺，测验，预备。休息一下，休息。哇，3分20秒！突然觉得4分30有点难了。我刚看，我觉得爬杆那个很难嘞。对，不好。我们有两把半的。对，我觉得那个很滑，有人有两把半的。全村的希望，阿公。全村的希望。谢谢。最强国军二队。好，我们时间交给教官。好。500公尺障碍测验，预备。
长，可以的，可以。小江，小江，三分零八秒。对不起你们，不不不，三分零八，哇，太强了，最强二队，三，对啊，第一队三分二十，第二队三分零八，还有十秒，第三队再减十秒，两分五十六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哎，哦，队友，队友来了，队友来了，我们刚刚已经讨论好，最强一队三分二十秒，最强二队三分零八，差十二秒。所以我们最强三队两分五十六秒，不是多一百二十秒搞定。不要想太多，我们有两把半的最强之男。不想。今天真的很热，这个天气其实跑步容易中暑，容易中暑，对吧？对对对，我们有一个最强摄影师，他要跑三趟。GYE24，现在欢迎第三组永和最强世界客 ，One for all for one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永和最强四剑客。你觉得他们会跑多久？大概三分半。我觉得四分，四分。五百公尺障碍测验，预备。哇！你们好强。这个帽子太大了，天哪！来，上，来，上，你踩我脚，你踩我脚，换我们两个这样，这样子，哎呀，你行吗，盖伊？可以啊，小心要跳下来，小心，加油，加油！我操！那我不行了。加油！OK， 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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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哎，快！退！教官成绩，还得很久哎，五分零一，五分零一，怎么样？盖伊还讲得出话吗？哇，很硬！有没有看到波波是两杆半？有没看到、欸？没看到吗？没看到，因为我大概爬了十八杆，脚根本夹不住啊，夹不住啊！我全部用手硬干上去，有流手汗。我们休息一下，喝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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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Go Go！ 饮水五百。哎、欸，谁？这不用带吧？但你还装拿回去了。
好，我们今天的五百公尺障碍赛结束了。最强国军一队陆军官校空学院管理学院空军堂院以3分20秒的成绩拿下今天的亚军。最强国军二队国防医学院红军官校圣战学院海军官校以3分08秒的成绩拿下今天的冠军。我们今天五百公尺障碍赛的继续耶四剑客光头王波波 Miles 蔡老师剑人盖伊5分01秒的成绩拿下今天的季军，可以吧？可以啊。我们的年纪差不多是他们乘以二嘛，所以成绩乘以二也是理所当然。理所当然。今天哪一个项目是最难？好，我知道，没有难度。爬杆，匍匐前进，是因为它是在最后一个项目吧？就是我们的能量系统已经耗尽，已经很喘，然后还要爬，用看的觉得匍匐前进的距离没有很长。实际在爬的时候爬不完，对不对？我问一下，哪一个项目觉得最难？爬杆最难哦。你还需要爬吗？这个空军直接飞过去了。好，我们谢谢亚军。今天最难的项目是什么？应该是高墙。高墙你是你们这队第几个翻过去的？第二个。你都觉得难了，那后面两个怎么办？那么我的配速就是前面先冲。最难的项目是这个天气，今天35度吧，太阳直晒，然后全副武装，在这个天气下跑500公尺很硬，但是还是拿冠军。最难的项目是就是爬杆，需要的技巧比较多。那如果单靠手会比较累。对，单杠可以拉很多下，不代表爬杆爬得好。那你们觉得最难的项目是？我也觉得是爬杆。哦，也是爬杆，抓不到那个技巧，应该就是。勾住之后要靠下面的摩擦，一收一夹一弹。如果你腿用的越多，你的手臂跟背会越紧松。好，我们谢谢今天的冠军队伍最强国军二队。你们都是官校已经任官了吗？准备，所以你们还没毕业，什么时候毕业？这礼拜五。等一下，那你们运气很好哎，你们运气很好哎，哇。哇，还能在毕业前跟我们拍500公尺障碍，还留下最强纪录哎！可以在影片里面回味一下。对啊，孙子，毕业以前对，来吃饭。那这边呢？也是吗？恭喜！什么时候毕业？6月7。哇，后天就毕业。那我们很好奇，就是在校期间有零用钱吗？有。我们在校期间大约是16000左右，包吃包住吗？包吃包住。等一下我想一下哦、喔，假设在台北租房子15000，吃一个月15000，签了吧？我已经过年纪，他已经过期了。你们还有机会，我们三个可以一起啊，团报啊，好，团报，用比很薪水。想问一下，任官之后呢？我们任官之后薪水大概是50000元起跳。哦，超过50000哦。27号之后就变50000了。你看他那个嘴角一直降，他讲他那个薪水就开始笑。多少？79年次的过期了吗？34足岁。好，我们感谢今天最强国军一队。最强国军二队。永和最强四剑客。温饱哦，哇！今天我们永和四剑客的成绩5分01秒，有点难看。4分30才及格。不是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全程玩了就很强了。哦，没有，以我啦，以我来讲，我全程可以跑。你5分钟是还可以。什么壕沟？跳过去就感觉快死了。我在走独木桥之前那一段路啊，我一直听到后面有人说我心脏快爆。对啊，我心脏快爆炸了。你怎么忍心？我刚以为我们散步了。要等一下，我们是团队成绩。对，我觉得最累就是跳伞跳下来的时候，哇，那时候开始就很累，开始脚软，对不对？你的能量系统用完了嘛？再来就是有氧开始了。我觉得轻装跟全副武装还是差很多，钢盔跟枪又重又热，然后你们钢盔没有锁紧的会晃，超晃。铁丝网的时候钢盔在这，看跑前面啊，看跑前面，我就这样吧。所以你那一集 GoPro， 所以我尽量把它推起来，手推起来，为画面。
好，我们非常感谢国防部、国防大学，还有最强军校生来协助我们一起完成500公尺障碍赛的挑战。其实我想拍这个主题已经很久了，他们真的帮了我们很多，心满意足了。当过兵了，当过兵了，下次四分内。下次三分半、欸，你不能再说你心脏不舒服。没有，我说、你们三个啊，快爆炸了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呢，就先到这边落到。任何问题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我是人盖伊，药师波波 Miles， 我们下次见。